同意没？哎呀，我是不是没有连 WiFi？ 连了吧，应该。不知道为什么这光那么奇怪呢？鱼是也不吃。我要吃盒饭了，同志们。哦，但是它没法更低了。我是一个大公仔，大公仔，大公仔，我要开始吃盒饭，吃盒饭，吃盒饭。下一首歌，天猫精灵天放这首歌给我听。我今天打了米饭，给你们看。对不起，我打太多了，我想着大家一起吃去，结果他们说他们吃了披萨，我应该想到的。是我的错，哎，我可能吃不完，吃不完留给他们吃。他们是谁，爱是谁就是谁，谁来谁就吃。我留给他们，我就说给他们打。天亮，哦，好亮，嗯哼。哎呦，我在想那什么，为什么我这个光打得很奇怪，这个顶光整的我今天不吃饺子，因为忘记了要吃饺子，而且没有饺子吃。嗯，一会儿我们出去的时候再吃吧，好困啊。我给你们织完锅我去卸妆，然后出去接着去打工。嗯，有一点困，其实精神一下，精神一下。立冬我不知道，立冬应该吃吧，啥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。我还挺想吃饺子，我先喝点水。润一下我的嗓子。给你们介绍一下今天菜色，我的盒饭啊，有鸭肉，是鸭肉吧？嗯，鸭肉。为什么今天没有搞馒头？因为今天的馒头不好吃，它很硬，但是米饭很好吃。因为今天的米饭是糯的，然后有猪蹄，很多哈。鸭肉估计要输了，我尝尝这个大猪蹄。哎，这是猪蹄吗？是吧？天猫精灵放一首下饭的歌曲。好的，为你推荐王若琳的 Just the Two of Us。 他每天 emo， 我真的受够他了。太好吃了，这个猪蹄它不是每日一吗？它是
那会儿肉太大了。我该这么吃，看起来很有食欲哈。翻了那就没办法。有一丝困意，你们不要打架我。姐吃饭的时候不许打架。我没睡着，我只是小睡，小小的闭一下眼睛。这个猪蹄好好吃，希望它能唤起我的精神。嗯，太好吃了，这个猪蹄。现在这个鸭子已经失去了它的地位。谢谢刚刚那位朋友的礼物。好冷，我从地铁一出来人傻了，还下着大雨。淋雨了，你看头发都塌了。这盒饭多少钱？不需要钱，需要买神器。焦了你就能吃。吃这么多还少？才不是呢！我跟你们说，吃完这一盒我就胖一斤。没有办法。现在这是第几顿？第一顿呀。重放马甲。我这马甲有点大了，我肩没有这么宽，撑不起来，它就掉了。我发现那个薯条，啊完了，刚有一块肉我没有嚼就咽下去了。嗯，讨厌，我不喜欢，我要 emo 了，就因为那块肉，我没有咽，啊不，我没有嚼就咽。我应该边看剧。我最近在看《一生一世》，因为看了那个什么，嗯，是啊，看了周深果，但是我还是想看周深果里面甜，不要，感觉不要。你们离我近一点吧，有点看不清了。算了，还是离远点吧，不然看不到我的饭。看着吃才有感觉。哦，忘记介绍了，还有别的呢。我先把这块肉吃掉。什么？什么？那你刚那个口气，我以为不是一天吃一顿，是晚上吃两顿或者三顿吧。你白天可能有时候来不及，忘记了。
在毛巾里面就播放一首歌，他又开始。那个什么，吓死我，以为要掉了。他估计失恋了。我看了一个视频，说什么，小杨什么，好吧，在吃饭的时候不太好说这首歌。这是童歌，儿童歌曲。还有一个这个芹菜豆干儿，我可能需要围兜，哎，还好了，只要不翻就行。我上次就是拿着这样一盒那种麻薯团团，有那种粉状的那个粉是什么粉？豆乳粉。它要倒的时候，我直接扣我衣服上。因为我怕它掉地上嘛，就我之前在广州的时候，就为了不让它洒地上，我直接扣我自己身上。扣完之后，人有点后悔，早知道我当时就应该让它洒地上，我再去脱。什么精灵？放一首下饭歌曲。这就为主人播放要不要买菜的下山。我怕我听着木，我吃不下了，因为我感觉很累，心累。还是翻牌吗？看呀，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吃这种瘦肉。对我来说太嚼得我很累，觉得太硬了。我喜欢吃这种这些 QQ 企鹅的月底。喝口水，愿意。那块瘦肉还是。你不知道他吗？你不知道他呀？今天就穿着这个出的门。我出去的时候还20度，不冷，回来就很冷了。这首歌也并不下饭，估计没什么下饭歌曲。小猫精灵，下一首。即将为你播放赵方静的芒种。
下一首。即将为你播放《木兰的少年》。我吃着饭，吃着盒饭，听这首歌，我感觉我很励志，但是又感觉很搞笑。好像是因为我在这里快乐吃饭，二是因为我觉得跟我打工仔很配。荔枝盒饭，吃完饭去打工，吃的我压力好大。上海冷了，下一首。我吃着饭听着他唱这首歌，我感觉很奇怪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有一种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吃了那么多那种感觉。其实饭量变少了很多，我打多了，慢慢吃吧。还有两颗披萨呢。这个勇敢的向前走，估计是因为我说我是打工仔吧，他要给我放这种歌搭配我的。我在吃盒饭。嗯，我在被哭了，我真觉得我很搞笑。那我以后告诉天猫精灵，其实我很富有，我吃的不是盒饭。他开始励志了。饱了。我感觉我听他唱歌我听饱了，休息吧。主要有点太困了，太累了。下一首。他今天喜欢这种风格的。太饱了，太饱了。
下一首。不然的话，你到底想听什么？要连野狼 disco 你都不想听？是啊。好了，下一首。即将为你播放陈雪凝的绿色。下一首。下一首。即将为你播放贾德阳的桥边姑娘。下一首。下一首。即将为你播放鸭蛋蛋沈重重的月牙湾。估计是播放到了什么。下一首。歌单。谢谢哥哥守护者的玫瑰花，小狼，接爆火，下一首，即将为你播放妹简明的惊雷，嗯，笑死，他不，他。我吃不下了，他不搭配我的身份。这是你想听的？那你躺在那儿积极向上，你听着你还能躺好？我现在正在积攒能量，你不懂。那你积攒好了没？我看你啥时候积攒。知道吗？我刚刚直播的时候，小穗一直盯着我，他就在那儿盯着我，不是快手直播间，是我天猫精灵。我在，你说。没事儿，你开心就好。那我退下喽。天猫精灵，我在，你说。放一首小狼喜欢的歌曲。我在，你想听的是 DDD Daniel 的 Drifting in the Dark， 在黑暗中漂流，马上为你播放。小狼喜欢在黑暗中漂流。嗯，很适合他。一会儿再吃吧，休息。放这儿，还有披萨呢，一会儿可以吃。哇，小狼，原来你喜欢这种风格的，我的狼宝。一小肚肚，睡觉，宝宝。你们困吗？以后看我们小狼睡不？他喜欢听这种音乐，看，主要是他现在姿势可能有点不舒服，给你们看看他什么姿势。听得津津有味。哦，吓死！没有被勒住，我暂时防止他掉下去。你看这样子他难道不难受吗？我肯定得拖着他，让他这样子，他自己这样子太难受了吧。拖住你吧。哎，哎，姐哄你睡觉觉。谢谢双人旁的荧光棒。睡觉，来睡觉觉。往这边来点，这个角度你们算了，你们先这样看会儿，让我们小狼睡个一分钟。
换个 pose， 主要那个 pose 也不是他喜欢的。哎，但是他有一个 pose 是这样子，他就不会动了。哟，宝，睁开眼睛，别睡，别睡，别睡，起来，别睡，他困死了。困死了，哎呦！睡，睡姐抱着睡，睡吧。其实他刚特别精神，你是不是在装啊，宝贝？你刚明明那么精神，姐一抱你就要睡觉。嗯？真的，他刚很精神，他就在那儿。我一抱他，他就要睡。但是有时候确实，如果他在我旁边睡觉会打呼噜的话，我很有安全感。我就有时候在想，为什么人打呼噜那么难听，小猫打呼噜就很好听？我一定是对小狼带滤镜。好了，去吧。还没有经常打呼噜，很少了。我以前一直觉得我不是我不看你，我现在发现其实我可能看你。啊，我就是看脸。嗯，比如。没有比如，只是今天就是突然这么，我只在想换一个人会不会我就觉得 OK 或者是怎样的。小猫咪也是，但是可能我的眼光和别人不一样。原来是谁我觉得不 OK， 嗯，也没有谁不 OK。不是，我只是说一个行为，我在想，比如说我不喜欢他这个行为，就比如说谁在旁边在那里说了一句什么话或者是干嘛的，我在想我不喜欢这个行为，或者他拍了下你的肩膀，或者是说找你要东西，或者吃你的东西，然后就怎么吃我的东西，但一个很好看的人过来吃了一口你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在想说换个人会不会，我觉得 OK， 我在思考。谢谢大鱼总是要下的奶茶，谢谢碎碎困觉觉的奶茶。我想象了一下啊，同志们，我刚刚已经在我脑海里想象了一下，如果是一个人过来了吃了一口我东西，我就想为什么吃我东西不跟我说一声，你不应该问一句我能吃一口吗？但是如果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人过来吃了一口我东西，我可能会不好意思突然紧张一下，会不会这样子？果然啊，不是在吓你。衣服上的黄色是一个，不告诉。什么怪物？是小可。没错。我今天还想打扮漂亮一点，去拍照呢，结果就成这样去拍的，知道吧？我还自己带了一身衣服，但没穿到，因为下雨了。我知道今天会下雨，只是没想到下那么大。
我链子好搞笑，哪里搞笑？嗯，上海当然不会下雪啦。晚上我骗你们了，哪儿还有工作呀？我这个打工仔没有那么多工作给我搞，打工仔要去享受自己的生活了。打工仔准备回到自己的豪华大屋子。哎，刚看到一个东西，我心里想了一个事儿。哦，对，我今天不是吃那个薯条吗？还有那个冰淇淋，我没有吃完，我就走了。因为我吃冰淇淋的时候拍照片，然后人家跟我说让我吃慢点，怕我吃完。然后我就吃慢慢吃，最后是要走了，我也没有吃完。薯条也是，但薯条有点干，还好有冰淇淋。小狼怎么上床啦？想睡觉觉啦？找你，找你干哈？找你干什么？嗯？嗯嗯？小狼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难道你觉得床比我这里舒服？嗯？你现在又开始精神，在我这里就装？我吃薯条了，当然能蘸番茄酱了。生气了，当然吃醋了。怎么不吃醋？就吃醋。卖惨给他看，他估计会被我吓到。双标吗 ？No！ 我去他面前哭，他估计把他吓跑。咦、嗯，是不是不太聪明？真诚一点。嗯，你都不来姐姐这里，你就去那边睡觉。我就不哭，我凭什么哭？我还用跟他哭？我立马把他逮过来。吸引他的注意。我让你不能好好睡觉，让你上瘾。我家没有猫条了，吃完了。我这头发都塌了，还喷了那个什么定型的，都塌掉了。罐头也没了吧，好像。吃完了，要赶快买。哦，我还说去双十一买东西，还没来及呢。就双十一天，天妆画的也非常的淡，没有好好画，不过也不错啦。我的黑眼圈怎么又说我的黑眼圈？我现在哪里有黑眼圈？
好，我听着这首歌慢慢说话吧。有一点困，因为但是我现在不能说，我一会儿去卸妆，卸了妆之后干嘛来着？哦，然后一会儿出门一下下。主要我觉得这歌好催眠，这什么歌？夏天让它放着让我睡觉。哦，对了，哦，公告改一下，不，公告不用改。稍等。吃一口这个，但是我把它放冰箱了，放冰箱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吃。但是它都是渣渣，我需要拿东西接一下。喂喂，拿泥巴，螺丝的袋儿的接。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白玉兰的拿破仑，节油杂货铺啊，我擦个手，节油杂货铺开这个音乐，这个不太像。哪把来了？刚刚的那个。可以，那个确实可以啊，最近很久没有开了哈。接着驱蚊环儿，皮筋儿了，难吧，你想吃这无从下手，因为它太厚了，如果不放进冰箱里就会很好吃，放冰箱里有点难搞哦，真的太厚了。不放冰箱里也很难搞，但是放冰箱里难搞是因为它有点硬。啊，太大了。拿个刀叉右眼子吃，这些都是那种渣渣，我不信你能叉，你用叉子就会看起来很傻，因为你根本搞不起来。我没有见外直接大口吃，说实话，你能张这么大的口吗？这么厚，主要是这么厚，哎，夸张了，没有这么厚哈，这么厚。也是，还是很厚的，说实话有点勉强，不太行，真的不太行。你看我都搞下巴上了，太大了，就一点点吃就好了。这些都是那种酥，是拿勺子挖不了的，它会飞的，你看，就这种很薄的，拿勺子一挖，全部都掉了，它会碎掉。不会蹭头发上的。我老了一定会被嫌弃吧？掉我衣服上了，小渣渣。从哪里掉的？不是我的头发吧？回去，我老了被嫌弃了怎么办？因为等我老了之后，我吃一嘴渣渣，就被嫌弃了。不要嫌弃，
嗯，没法拿手掰，跟你们说一百遍了。你看上面都是这种很小颗粒的，我掰之后它飞。你们看我的嘴就知道了，它就像那个什么一样。很佩服就是吃那种脏脏包嘴上都不会沾那个的人，不会沾那种巧克力粉的人，很厉害啊。我记得好像有这种挑战还是什么。嗯，有吗？有一个人的，不是有一个人，肯定有很多人。我是说我看视频看到有一个人，嗯，还就没有吃到嘴上。嗯，不记得吃的好看不好看了，因为，嗯，估计不是很丑吧，应该还不错。嗯，我就吃一口，吃了好多口。好好吃啊，这个还是要给大家留，我昨天忘了跟大家说了，太晚了。嗯，说好一人一口，我吃十口，其他人一人一口。崩我！不是蛋糕，它就是拿破仑。再吃最后一口。可是我还想在口下面，好吧，那最后一口，那是最后一口。一会儿发群里有没有人吃？嗯，完了，完蛋了！哦，我包里面吃。我还有别什么别的东西吃，我还有个披萨，估计是他们吃剩的，给我留了两块。那我替你们尝尝吧。头发沾到了，啊！哎呀，在哪里呢？好了，
啊，全是，真的吗？没关系，我刚好一会儿就要去洗刷了。不要说全是，搞得我好怕哦。下次把头发扎起来吃，还掉了一点渣渣在裤子上，捡起来。这个真的好掉渣，我知道以后要怎么吃这个了，就是。要先围一个围兜，然后围完围兜之后，要把头发戴一个泳帽，然后地上要铺满了报纸，接着你的渣渣，你要低着头吃，就这样，知道吧？完全没了，嘴巴都吃的白了。还没成粉粉。骗你的，哪有这么麻烦，其实根本没有这么麻烦，对着垃圾桶吃就好。我只是现在没有办法对着垃圾桶吃，就只能用这个大点接住。你又怕它掉在我这个毯毯上，掉在我们的小狼身上。东西吃差不多，感觉有点冷，不冷呀？嗯，化妆品。这桶口红，口红吃掉了呀，吃的很干净，一点都没了。屋里没有开空调，这毛毛又揪出来了，怎么看不到？嗯？怎么看不到？看不到算了。这里吗？这不是红点儿。擦个嘴巴，哦，最近新学了一个擦嘴巴的方法，说先擦的里面，然后抿一抿，抿完之后再用手这样子，就是然后再擦一层脸，不然多。哎呀，这干好快啊，已经没有了。就是让你的嘴巴饱满一点。其实说实话，你用嘴巴搞也是一样的，但是可能就是他想让你外面颜色稍微浅一点点。其实你看不出来，因为我没有，没有涂很明显吧？可能手弄脏了没关系，还可以当腮红用，手不会脏的，因为只有一点点颜色。你点在这里，给你们看我昨天买的那个耳饰，好好沉，
还有个大项链，巨沉，我本来想昨天戴的，没敢戴，因为太沉了。哎呦，这毛毛。啥是胸针？它的那个项链才大呢，这么大，反正就在这儿，然后这样子，但是有点太厚了，不是太厚了，它两边是翘起来的，很重，我怕我跳的时候蹦蹦蹦捶我这儿。耳朵都还好了，扯的耳朵不痛呀，还好啦。你看，昨天忘记研究一下左边右边，回去时候做。我日常又不戴，只有在舞台上才戴。哎呦，为什么昨天感觉不沉，今天感觉有点沉啊，有点痛呀，怎么这样？ Oh my god， 我是不是戴反了？怎么感觉怪怪？怎么明显吗？那个什么掉了。哎呀，完了，完蛋了！你，哎呀，又被我不小心摸到了，好搞笑！来试一下右边，是不是戴右边的呀？这样子呢？这左右有什么区别吗？那估计我刚戴没错，还是这样子戴才比较对吧？好像是的，给它插回去吧。耳朵往下扯，那肯定会有一点的了。你觉得平时又戴不到，你公演上为什么戴这种，就是因为戴太小的看不到，我就要戴大的。两斤不至于，我耳朵承受不住。发现我昨天耳朵又红了，是我这边的这个耳朵吗？是，可能是因为我戴了那个耳钉吧，它那个耳钉是箍住我这边骨头的，然后箍了一下，不是发炎了，是它是那种戳进去的那种，就昨天直播的时候戴的。那种耳夹的那种，估计就会容易。我也挺喜欢那个花花的，主要我不敢打在这儿啊，只能用着那些，我平时又用不到，我平时也不戴耳饰，很少戴吧。我平时香水也很少喷，就算有可能也不会太喷，除非我是出去玩在室外，如果经常坐车的话我不想喷，因为我容易晕车，我经常闻一个味道太久就难受。好想打扰不太会被妈妈揍，天哪，听到这个话突然感觉很奇怪。突然从大人变成小孩子了。喜欢什么香水味道？就不喜欢太甜的，其他都还好了，不喜欢太甜的，然后不喜欢味道太浓的，就喜欢淡淡的花香、茶香或者是什么的都行，很少用吧香水，除非说我今天就是想自带香味，带着那种很就是让人家知道我喷了香水，因为我觉得只要别人喷了香水，我立马就能闻出来。比起香水，我可能会用那种。借车吃的巧克力，会用那个就是放在衣服里的那种香包，或者是
对身体乳也可以，也可以用那种挂在那里的那个微香的那种东西，不是香薰，也不是香膏，不是涂身上的，反正就是让衣服变香。我自己闻着也比较好闻。哎，我有一个挺喜欢闻的味道，但忘了是什么，一会儿去查查。山子哥要说来找我，什么时候？一会儿吗？不是喷衣服上的，类似，也不是洗衣服的时候呢，就是那种，那个叫什么玩意儿？就比如说，也知道谁身边有留，对，放衣柜里的那种，挂的那个，是一个小块块。谢谢花花，不是香包，当年叫什么我忘了，待会儿给你们查一下。我跟你们说，昨天的这个，你看，因为它香味太浓了，然后我把这一罐全扔了，就留了一根，然后。我只留了一根，然后刘贤说：“你怎么只对吧？他们都扔了，万一你又觉得淡了呢？”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又捡回来了两根，最后变成了三根。就这个味道，我就觉得，我想闻山子哥送的那个的味道，蛮好闻的，好搞笑。对，我昨天插那一把，我估计我会不行。我昨天想着全用，只是为了让小猫就是碰的时候它不会那个棍棍不会动，这样我觉得它一定不感兴趣。但如果像这种我一有空就缝隙的话，你它一碰这个棍棍动了，它就觉得哦有意思。它没动，哎，估计是闻这个味道不喜欢吧。是，因为味道比较重，打翻了怎么办？那也没办法。谢谢荧光棒。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。他只要打翻的不是我的饭就行。饭的话，我估计我们屋里就是食堂味儿了。给林哒哒熬一会兔兔的礼物。几点？7:17，七点最晚7:30，最早7:20。洗衣送了我一个一身睡衣。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他是送的，到时候我去把那个睡衣洗了穿个试试。他什么？山子哥那边有200多票，说要给我投票，哦，厉害啊！好，山子哥快来，我给他倒杯水尝尝。山子哥，快来，我给你倒杯水喝，你喜欢吗？那我要问问，谁跳一号位？谁跳二号位？谁跳三号位？哎，我记得这首歌咋跳来着？哎，怎么跳来着？完了，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他跳巧克力，那他怎么跳？他要把自己涂黑。我如果跳，我就跳稳，我就长，我全程就长。你知道，就把我的这个嘴露出来就行，其他的都给我挡住，我只露一只嘴，这样。他呢，他就必须要把自己全部涂黑。芝怎么办？芝就是把我们两个连在一起的人呀。他就一手牵一个，然后必须把他也是整个人挡住，因为他只是一个棍儿，你知道吧？cos
木棍儿。嗯，不好喝。再尝一口。我知道为什么不好喝了，因为它不甜。不过如果我减肥的时候喝这个，应该觉得很好喝。再尝。燕麦奶好像热量挺高的，你确定吗？我怎么不觉得呢？我觉得我刚刚吃拿破仑热量更高吧。啊，这下面是什么？哎呦，忘了，说给你们尝一口披萨，给忘了。等我一下啊。嗯，哎呦，太难了。暖叔，你叫他叔叔呀？那我们的辈分有点儿。那你叫我啥？你不会叫我奶奶吧？你今天不叫一声姐就不会放你走。不是，刚刚有人叫他叫暖宝叫暖叔，那不就得叫我奶奶了吗？是不是？叫一声给姐听听，叫一声好不好？我有一个大脑袋，还有一个大胖脸，张开我的牙齿给你叫一叫。你快叫，要不然姐烦你。姐叫烦你，快叫一声。他说姐你走开，这个时候我再走开，你不说我就不走。笑一个，笑一个。没有，其实是因为暖宝他其实不太习惯人抱，但是我其实现在对不起吧，姐摸摸，姐给你闹着玩的，什么和我长得还挺像，暖宝没有变黑，其实他很喜欢人摸他，然后干嘛的，但是他不太喜欢被人抱，但是现在已经好多了。之前完全不让抱，一抱就就要跑。你看现在，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是不是这边味道太淡了？那你走吧，去吧。其他人来摸，他都每个人都不是他就喜欢被人摸。是啊，说好再叫一声，他今天不叫了，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那我给他。吃个皮儿，暖宝，暖宝，暖宝，过来，宝贝，尝尝，好吃吗？
还吃吗？他不能吃馅儿，一次给一个小皮儿。嗯，你这是啥呀？吃的啥呀？你这个从哪儿整来的？这是啥呀？你就吃这纸。嗯，不如直接拿开，我就让它尝个味儿。再给多一点，这么多够了吧？这就是你的报酬，你刚用你的身体换来的，知道不？下次努力啊，继续加油。谢谢范范礼物。哎呀，那个纸不见了啊！啊，哪里怪了？我又没有，没了说话。啊！不要怎么说，接莱姆的奶茶。哎呀，披萨我又忘了，记性真不行了。你要是不提醒我，又把披萨给忘了。再不吃，估计就好吧，肯定已经凉透了。然后刚擦过手了，那就让我尝一下吧，尝一块吧。哎，有微波炉，但在下面，我懒得吃。嗯，我已经擦过手了，刚没看到吗？没有一直在吃，我吃的没有你多，我是间接性的吃，好吧，谢谢有点意思的荧光棒。手上，没有了，谢谢有点意思的荧光棒。而且我这是为你们尝尝的，形容一下它的味道。就像我现在听的这首音乐一样。多姿多彩。嗯，没尝出来什么味儿。就感觉东西挺多的。还行。嗯，说不上，说不上难吃，但是他就想让你一直吃。行，我这是无效形容，知道了吧？嗯，不干，一点都不干，我没有在替他狡辩。真的一点都不干，也不硬，比我刚吃的米饭都不干，比我吃的米饭还要软。比我刚的那个饭好吃哎，早知道我先吃披萨了。蛋黄酱，没有蛋黄酱哎。但是有个这个，嗯，太像会说相声的人了，真的假的？
还有说不知道。嗯，没有啊。我根本没有咬，我只咬了一下，我舌头好痛，就是很辣很疼。我嘴巴没什么感觉，因为我刚是用舌头，我现在感觉不到辣，我就感觉疼。喝一口奶。这边我以前不理解为什么大家不吃边边，我现在能理解了。嗯，但边边还是挺好吃的。好像我吃了这个披萨，我吃完之后我收回那句感觉不难吃的话，蛮好吃的。就是有时候会收到大家送的吃，你知道吧？怎么说呢，我是一个很就是很不舍得浪费食物的一个人。如果就比如说大家千里迢迢为我送来了一个什么吃的，但它保质期只有两天，结果你拿了一堆的话，那我心很痛啊。你懂吗？你要是就是欠，就是很想让我尝尝这个东西或什么的，其实我挺开心的，我是挺想分享给大家吃的。但是感觉就比如说人也很多，但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吃的嘛。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比较少吃这些。对，是按照规定是不能送吃的，这个我知道呀。按照规定的事情可多了呢。谢谢白胡子老爹超级帅的奶茶。面包吃完了，不是说，哎，不说这个了。我刚刚想说一件事来着，一说到这个，想起来，我们之前就是规定就是不让收礼物了，是在那个北京的时候。然后有一次我们去厦门出外务，因为是不让收嘛，然后那个粉丝就递过来了，然后我们姐姐就是好像那个粉丝就是。专门到机场送的一个啥来着？哦，他家的还是什么的，他喜欢的。我当时很搞笑，你来着，有点懒，有点懒搞，就啊，但是我喝完。我从小泡的那种嘛，比较便捷的那种，你
我喝完的是那个蜜雪冰城的那个我免费获得的那个茶包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个我之前有没有跟你们说那个配上什么玩意儿来着，配上啥蜂蜜很好喝，那是那种饮料的那种。其他的茶的话只有我家里人泡的时候我才会喝。你来这边啦，你来这边就送给我两头毛。哦，36了，我要给你们背。同志们，他们回来了吗？他们回来了吗？好吧，跟你拜拜了。86